这个所谓的 decorative UI 哈，到底是长什么样子？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哈，这个就是我们 s c o d e 开的一个新专案。好，那呃，跟以前的城市码长得很不一样。如果你有修过以前的课的话，你可能会发现，哎，这一段为什么你完全都不认得？你会怀疑这个真的是 iOS 的 App 开发吗？好，那但是它又是 Swift。好，我们看到它一开始的。 开头 i m p o s e SwiftUI，看到 s w i f t 你不会怀疑啊，好，那这确实也是 S code，好，那为什么跟以前学的好像完全都不一样了哈？好，那在 body，哇，这用用词有点像是网页哈，用 body，好，那里面有个 stack，那 stack 呢有堆叠的意思，好，那它其实呢就是一个线性的排列，好，那 v 代表。 呃、uh,，vertical 也就是垂直的意思，所以这是一个垂直排列的，有点类似像 stack view 的东西哈。那它垂直排列，好，那么可以看到哈，垂直排列里面呢，呃，我们用 if 来做判断，如果是下雨的话，我们就会给这些；那如果没下雨，我们就给这些。好，那反正不管是你用上面这一组还是下面这一组，总之下面有一个 toggle。好，那 toggle 的话呢，在以前。 呃，我们的 UI Kit 里面没有看到 t u g g l e 但是 t u g g l e 呃，从字面上我们可以去猜，它可能是个开关吧。尤其是它要配合的这个 is run 的布林值，那所以我们猜它或许是开关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头看这两组哈、哦、，if 跟 else 的这两组，我们可以看到很明确的，它是图。虽然说它不是 UI Image View，啊，这个跟我们很习惯很不同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它是一张图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去改变它的 size，那我们给它的宽高是这样子。 然后呢，text，哎，这个好像以前也没有见过啊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哎，它就是放两个字上去，所以它可能跟我们以前学的 UI label 是同样的东西哟。好，实际上它就是。好，那下面这组 else 的话也是放图跟放字啊，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声明式的 UI，我们可以去猜，哇，原来就是这样子哈，就是像在讲话一样。